我的了解是，它应该是广发啦，我也有收到啦，哦，所以我想民主是这个属人头哦，不是比拳头啊。我们主张多元，这个理性的表达，哦，民主社会嘛，哦，不同意见我们都尊重，哎，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来表达。那我们也反对任何的这些不理性跟暴力的行为哦。那当然，这个委员的这些人身安全等等，我想我们的警政单位都一定会持续关心跟做好这个委员的这个相关的维安工作。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黄律师。Hello。